7月13号，大 S 回应欺负阿雅。作为娱乐圈里出了名的好姐妹，大 S、小 S、范晓萱、阿雅终于有机会以四姐妹之名在某档节目中一起旅行啦。她们的相处模式令很多人表示羡慕。不过在节目的后半段，也有不少网友开始吐槽大 S 很多言论很不尊重阿雅，有欺负阿雅之嫌。刚官宣说阿雅这条牛仔裤好好看，好适合那个腿短的人穿。看他从背后看就完全无比例，刚刚好。到底是夸奖是包还是脸？对此大 S 特意回应了此事，他直言真心喜欢这个节目和团队，就算大家说我是欺负阿雅的女魔头，我还是好开心，因为我本来就是女魔头呀。芒果拉新闻，这才是真正的好朋友才会说的话。报道。